这一件很美耶、欸。对啊，它是点点的那种，然后它是透肤的，它整个很凉，很舒服耶，很超舒服，而且材质超滑顺，对，超级滑顺。对，黑色上衣很美，它就是那种很优雅的那种，然后是透肤的，因为我觉得。韩国他们的雪纺都超有质感，就是都是透肤，因为透肤比较有质感，真的很适合春夏。对，而且黑色很显白哎、欸，对，显白又显瘦。对，黑色就是显白又显瘦，然后再来就是不想穿搭，就是配绳裤就对了。對，然后绳领可以自己用绑的，没错，很星空，对，就是有点星空的那种。而且我觉得它这样有点点的。点点的设计就感觉不会太无聊，没错，就是星空感，也不会太暗，就很有质感。然后它这边的话是有做绑带的哦，所以我觉得这里很美。自己绑，对，会穿，等下会穿。对，像你们刚才绑蝴蝶结也是 OK， 然后或是这样垂着，就是稍微这样放着也很好看，对，都很好看。对，或是像这样，如果你们不要打结的话，像一般放着的话也很好看。对，洋装吗？洋装会穿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颜色，白色跟黑色，基本的色，白色也很好。